数据941次运算推选出的2023年度男演员上升指数第二名。他在杂志预告中的回眸直击了粉丝心脏，眼神自信温柔且蛊惑，仿佛在说，女人把你的手给我，钻石也不客气，我麻利的递过去了。全网有他各种风格的海量潮图，可对他本人私下的样子却几乎一无所知。于是从 Glass 杂志团队的只言片语中逐渐拼凑出了一个没见过的他。导演兼剪辑说他是帅到不需要后期的大帅哥，是彬彬有礼温暖大方的邓为，肯定他是好演员，不需要感性的台词和煽情的同期声，简单的调度，干净的环境，有情绪的眼神，温温柔柔的磁场，他在哪哪里就有故事。和邓为同为95后，他觉得能合作很荣幸，也期待下次见面，并且疑似被邓为圈了粉，要给邓为做生日花絮。他在直播中也回复了粉丝关于圈内人说邓为代言的修丽可销量很牛，他直言是确实，我也是听品牌方的人说的，说是确实牛。他透露了一则业内知识，做杂志导演或者进行拍摄工作需要自己写脚本，而这部分工作邓为替他做了。然后我想说点在于什么，因为我们工作的话一般比如说做导演也好拍摄也好是要自己写脚本的，但是他本人是自己有想法，然后发了一些他想要一些视觉参考过来，所以明天大家看的物料其实是他本人会喜欢的方向，蛮好的。区别于被动等别人安排，邓为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主动参与，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工作人员磨合，难怪编辑会形容他是简单淡然与直率的男孩。他没顾虑太多职场中的人情世故，只是结果导向，期待合作出一份璀璨。杂志采访文中的开篇用五个大字内心的骄阳来形容对邓为的第一印象，一向低调谦虚示人的他为什么会骄。 Glass 的编辑自己都在文稿中说，邓为的言辞间充满了认真谦卑，他是自带温柔氛围的。另一位杂志出品人也是艺术博主珠宝设计师，谈和他的合作用的是超级顺利，说是一次有趣的拍摄，创意总监兼编辑总监形容他为儒雅绅士，那这份骄自何来。透过采访似乎找到了答案，或许是因为他的沉默，面对拍摄镜头他的话不多，松弛但整个人沉浸在状态中。谈起自己的演艺经历他很平静，除此之外他没有透露太多私人的情绪和思虑，哪怕开口他也很精简。我们能感到现实中的他是一个淡然和直接的男孩，让他用三个词形容当下的自己，他说是简单果断慵懒。也许是因为他的坚持，做事的时候邓为是一个更加简单认真的人，他选择在每个阶段明确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再用行动专注去完成它。我平时主要跟着剧组安排走，很规律，我大部分时间留给片场拍戏之余几乎没有安排太多其他事情。去看网友总结的他上下班时间，2023年11月一共30天，邓为27天都在剧组拍戏，月工作总时长334小时，是8小时工作制下普通人总时长176小时的近 1.9 倍，日均工作时长 12.4， 而且几乎无休。杂志拍摄当天他一口气拍了近8小时，全程保持着礼貌与认真，也许因为这份对待工作的稳定与坚毅，才让编者看清了他谦卑背后的野心。他身上有种矛盾又统一的和谐，一边温柔一边又掷地有声，对外他都在表达善意与感谢。只是第一次化这么久的特效妆，妆发老师真的很辛苦，然后每次化妆的话都要很长时间，但是化完以后就一秒入戏了。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能和他一起演戏我也学习和收获到了，能出演长相思是我的荣幸。压力其实还好吧，而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可能压力会有点大，一个角色的呈现不是靠一个人的，是要靠导演啊、编剧、灯光、摄影、化妆，化到所有一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也是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你们。有份涓涓细流般的淡然和圆融，他希望与人相处中尊重，给予对方所需会不假思索的回答，最珍贵的礼物是家人给的生命，也会珍藏收到的每件礼物。邓为的粉丝们亦是如此， Glass 团队工作人员的某博下面全是他粉丝的感谢留言，感谢出品方，感谢邀请，谢谢老师辛苦了。对内他简单果断，有自己稳定强大的内核和方正的坚持，他自述简单是生活规律，果断是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还有平时的性格区别于剧中人是果断干脆的。中国人讲求外圆内方，外柔内刚，为人处事不怨不火，不卑不亢，同时心中有尺，做事有度，追求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洒脱和坦荡。你怎样看待他的内心的骄阳？欢迎在评论区留言。